这三点如果没有你，我第一点的时候放弃了，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难，因为我还没有习惯唱跳，还没有习惯唱中文歌。可是你一直跟我一起练习，他这三天很努力练习，所以他瘦了六斤。可是我也这三天瘦了四斤，我们就是十斤组合。